他以前都跟我一起坐车，我早上又疑神疑鬼。他进，然后我问他，我说就是咱们俩上次去的那地儿吗？因为我们俩来过一次法国使馆。他没回答是或不是，他回答说我坐地铁。答非所问呢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就觉得有阴谋哈。嗯，有你好，谢谢你，我不怕。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那好好，哎，那更美更美了，哎哎哎，对对，行。哦，写书好，我以后对我就喜欢对着美女讲话，不是，我把我的故事都讲给你，我懒，我眼睛不行了，已经写不了了，啊，你问梁恒好是吧？梁恒，梁恒是能写书的，哎，哎哎，咱俩一块儿去看他去，我姐夫跟他住一院，钱理仁跟他住一个院，我最后一次去我姐夫家是季羡林丢东西。我还一个新闻我就没说，今天就是5月13号，季羡林的女儿，就是季羡林的孙女告季羡林的儿子的媳妇儿，今天海淀开庭。我昨天还跟钱文忠说咱们劝劝他们别打架了，钱文忠说这是私事咱管不了。哎呀，对啊，死了，已经死了，继承死了。哎，对对，那时候就是季羡林写了仨大字儿，不折腾，但是这些人都瞎鸡巴折腾啊。啊，哎，儿子今天考大学，你好，别明年哈，哎，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，我儿子大学今年毕业，嗯，学工业设计的。啊，我做了一瓶，我做了一个酒叫和平鸭，那就是我儿子设计的，啊啊，是我儿子设计的。你喝酒吗？你见面我给你那个和平鸭酒，啊，我儿子设计的。哦，不会喝，真好，好女人都不喝酒，哎，那不喝。哎呀，我每次路过史家胡同，我都想起你来，但是我一想，咱俩那会儿都是我跟。我媳妇儿离婚，你跟我学弟离婚，我就说咱俩老在一起凑，人家不好，所以我就老躲着你，啊，而且对，好好，好好，哎，哎呦呵，那局级了吧？你是正局的房子，啊，哎，哦，真好，真好，对对。哦，哦，对，你看，我认为我是中国最好的摄影记者，是吧？哎，人们也承认，新华社就不肯给我正高职称。我对这件事不是新华社呀，我的领导为这件事儿，这些坏人就该被诅咒。所以我现在挣钱比别人少，所以我每天得靠到微博啊、头条上去弄流量，挣钱买钥匙。我走到霄云路了，快到那个地儿了。哎，我知道，没有，我不疑神疑鬼，我不疑神疑鬼。我给你打电话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对。哎，你别再瘦了，你已经再瘦就飞起来了。哎呦，100斤呐、啊！哎呦，那真不容易。问你儿子好，问你儿子好，你说那个疯子叔叔问他好，哎哎哎，儿子越长越随爹，而且越长越去本能的去找他爹，我儿子就是，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哎，好好好，我一会儿弄完这个签证。我就加你这个电话号码的微信啊，哎哎，好，再见，哎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早到了40分钟。嗯，早到了40分钟。我走路啊，比如说人行道，你看我都走盲道，我就教育我儿子，一定走最安全的路。比如这儿有个电线杆子，要有那傻逼开车的什么亡命徒，哎，就往这后边隐蔽。嗯，这个短墙都是，我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，我受过战争训练，不仅受过战争训练，我打过包括海湾战争的历次的重要的战争。这女孩后背就跟小春似的，哎呀，小春的老公是我师弟，也是抑郁症，在温泉买别墅。你想九几年温泉就买别墅，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毕业的，北大化学系本科。我没见过我师弟，那时候嗨，挂天理下呗。我没见过师弟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抑郁症，抑郁症就经常是疑神疑鬼，疑神疑鬼，想自杀，想和坏人同归于尽。嘉诚广场不是就这地儿吗？啊，老邓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瞪开你的狗眼，啊，邓大笑，瞪开你的狗眼，你是不是碰见什么危险了，不敢跟我一起上街了？我一接近目标啊，我就要贴墙走，在远处观察，然后再逐渐的靠近目标。这都是多年战乱的经验。嗯，好记者为什么能存活下来？保存生命第一，保存照相机第二，保存照过的胶卷第三。太早了，不好意思，提前40分钟。嘉诚广场 A 座是这，是这，这个是这个楼，这个楼。嘉诚，就是做签法国使馆做签证的。啊，那个，你也不知道哈，不知道。但我看这写的是嘉诚广场 ，A 座是哪个 ？A 座是哪个呀？这个就是哈。大门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等吧，一会儿有人来找我会合，七个人呢，七个人保护我。那个哈，我等会儿，我在这儿，我这儿能坐会儿，那儿人太多。对对，坐。哎，谢谢您啊。你方便哪方便哪坐。对，不是，我就坐这儿，我坐这后边。不卫生。不卫生啊，嗨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嗯。我刚来才三天。您刚来才三天啊？我那三天也是，我这儿有10多年没来过了，这边我都不认识，不，平常北京太大。对 对, 对。我住西城区，这是朝阳区，我不怎么往这边走，所以我不认识路。人家约的是9:10，我提前走来一钟头，我就怕找错了耽误人。哦，你找的 A 座。对，对，这帮年轻人也不给我带个路，以后不跟他们一起出来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也不会上网，我也不会弄，我就会打电话，我就在这等会儿。对对对对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！哎，有您在这，我这就踏实。啊，你在，你在。哎，你看，这人刚上岗3天，我这儿挺好。我就怕这种网络办公，我一到里边是吧，那文化参赞都说，哟，老唐你怎么排队来了。哎呀，我是参加过诺曼底50周年、60周年、70周年、80周年，40年了，今年是中法建交也是40年吧，还是建交60年，我都不记得了。
我是中法友好的使者，嘉诚广场，让我这儿排队了，受不了，没受过苦，心理上受不了。很奇怪，以往每次这种活动，老邓前一天得见我一趟。他组的这个诺曼底的这个采访小组，除了老邓我认识之外，一个我都不认识。我从来去诺曼底都是我一个人独来独往，金贪黑我带领七个人，这七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。你说这多奇怪，有多奇怪。而且老邓给我发一位置，我说是不是咱俩上次去那地儿，他顽固左右而言他，跟我说我坐地铁，是他被控制了，是吧？是不是他被控制了？所以以备万一，我除了带了那一口袋之外，我昨天特别让那个谁，让《山海经》帮我打印了一个我花钱订的行程单。这行程单是我一个从没见过面的法国女粉丝，叫也不是什么的待宰的羔羊，一共有13页。只要有这13页纸，这13页纸的行程单，我任何证件都不用，就会给我签证。以防万一，英语的、法语的，你看我的航班号都有。我的航班号和我交了定金的诺曼底，那个诺在诺曼底花钱定金订的房子，海景房。我的护照、身份证、结婚证、离婚证都在这里边，我就老怕丢了，老怕丢了。老怕丢了，神神叨叨，重度抑郁。以前新华社还不承认抑郁症，后来崔永元给我花钱在云南大学医学院住了半年精神病院。崔永元的同学，就广院的同学，是新华社社长，是新华社社长田聪明的秘书。这事儿也不怎么就传到田聪明那去了。新华社社长田聪明把摄影部主任找了一通臭骂，把我这个被双开了的人，没开过支部大会就把我给双开了，哎，就把我这人又捞回来了。所以新华社对我最好的一个社长，最后一个人是田聪明。以前郭超仁是我北大校友师兄，穆青是我北大国政系同学穆小峰他爸，那就更不用话下了。所以在中国上大学不仅是学知识，更重要的是结交人脉。我这一辈子，别看我新华社怎么折腾，离不开北大。嘉诚广场 A 座，闹鬼吧？我真是闹鬼。邓新立让我到这儿来办法国签证，是这儿吗？这边 A 座，然后呢？上次我们一起来过，坐四路汽车。今天、昨天，然后我说咱俩是上次那地儿吧？由他们家坐四路出门，路过北海，他一告我，我就在北海上车。我问他时候是不是上次那地儿，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？我坐地铁，答非所问呢，一个副军级，我军大校，答非所问，我就觉得我被控制了。他约我来这地儿，我来这儿，我就没敢靠近，我一直贴着边儿，我就在这儿远处观察。哎，那个二楼有一签证中心，那就是这儿，星巴克边上。对，所以我就上次护照丢了，就这一口袋。我看太，我一看你，你在这儿上班啊？我在这楼。哦。我都不敢惹你，我被禁言半年。不是，
我也觉得，就我也帮不上您什么忙。哎，不，现在小孩你都是孩他爹了，现在都是新的小孩，我一直开机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胖猴张瑞，哎，胖猴张瑞，那会儿你做那和平鸭做出来，还在你之前还一个安徽人做的，都是硬的，现在他们叫烫印，印在那个蒙代尔的材质上。都是软的，不舒服、啊。都是软的，对，哎，所以现在那个，你干脆自己开公司做文化衫得了。我干不了这个。嗯，我觉得您那个视频号，啊、新开这视频号，就是您自己。我以前没有视频号。我知道，我说您新开这个，对，后来给我转。是因为把我给他们封了，我才开。新浪给您禁了，然后我就觉得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只要我这嘴叫生命不息，为人民服务不止。我说一个，不知道和您这个有没有关系？啊、您手机拍的明显的要比。那种自个儿后来拼的那个效果要好不？但是这个机器为什么它灵活？它这么小，它是一个点。手机现在是人就拿手机照，比如昨天那个张鑫他们家那个闹事儿，啊，连闹事儿那人都举着一手机拍，我把这一掏出来，人家就说你看没有，这肯定是央视的战地记者。这机器，对，我知道您这方便，我这个好控制，对，那个一个大平面，偷偷的就不是偷偷的，你看我这个现在这。对，我这能这么控制，是吧？那个手机，这是一个点，在三维空间中控制一个点很容易，控制手机是一个平面，控制一平面太困难啊。没事儿，没不是你没，他是我说什么意思啊？我懂。我说那个提高质量，就是让人看着特别舒服。他不管舒服，他是要看了什么？人主要是听我说话。对，清晰了。但是哎，那流量，清晰了就费流量了还。我这是省流量，另外我有高清的，以后谁要想看，我死了到我电脑来看。我发的是低清的，低清的他们都转发我，也不给我付本税，还老封我，还赚我流量，还算他的版权。以后人说哟，唐老鸭还有这个呢，所有你们看见的我都有高清的，高清的在我电脑里呢，你们看见的是低清的。我这个同时，这是 4K 的，我同时出两个版本。不是它自动生成的、啊、一个就是平常你看见那不清楚的，还一个是108060P， 108060P 就是中央电视台现在的高清。明白。我不拍 4K 没用，你快上班去吧，我就说你啊。我就这儿。嘿嘿嘿，一会儿，哎，万一一会儿老邓要是一圈套逮我，你给我送饭去啊。哎呦，你看，给我打电话。哎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好的新华社记者，哎呦，差点绊我一下。一个好的新华社记者就是根植在他的人民之中，哪儿都有我的人，在路边上这躲在墙角还被人认出来了，我还得去更隐蔽的地儿，我还。